小旺啊，你怎么有钱买那么多衣服啊？我的零花钱都用来交电费了呢，电费都600多了。你的怎么这么多呀？我的才300不到。给你推荐一款省电神器，就是这款卧室风扇灯。比起普通的风扇吹出来的直流风，它吹的是螺旋风，可以达到1200转每分钟。配合空调使用，可以快速促进房间的空气流通，让整个房间都很凉快，还可以节省很多电费哦。灯罩厚度仅有7厘米，非常人性化的导风轮设计，吹出来的风就像自然风一样，不会让你吹得头疼。同时扇叶还做了加宽和弧度设计，用来增强风力。这款灯配备了高亮4色 LED 光源，白光、暖光、自然光，还有很好的小夜灯功能。那我晚上睡觉开着风扇灯是不是也一直开着啊？那多刺眼啊。风扇和灯当然可以单独控制啦，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搞定了，而且灯光很舒适，一点都不刺眼哦。好啦，今天的省电神器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